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蟹肉丝炒丝瓜。首先包装打开了，里面有丝瓜、红萝卜、木耳、蟹肉丝、姜丝。自备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、水50cc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姜丝，等姜丝炒香之后，放入蟹肉丝、红萝卜、木耳、丝瓜，略微拌炒之后，加入水50cc。等丝瓜炒软之后，放入调味料，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调味。拌炒均匀即可起锅。我们蟹肉丝炒丝瓜完成。